只要不造作，就回头了。把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恶业的种子，不给它加上增上缘，虽有恶业种子，不起现行。啊，这个不起现行就是说明不受果报啊。佛教给我们真的是有道理呀，不是没有道理呀。啊，因要变成果，当中要有缘，因跟果没有办法控制，缘有办法控制。啊，譬如瓜子是瓜之因呐，但是这个瓜子它的缘呢，要土壤，要阳光，要水分，要肥料，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才能够长成瓜，才会结瓜，啊，它要缘呐，如果我们把它的缘断掉，把这个瓜子放在这个茶杯里面，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成瓜，为什么呢？缘断掉了。佛教给我们度自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阿赖耶识里面业因种子无量无边，现在把所有的缘统统断掉啊，虽有种子不起现行，现在只加一个缘，念佛的缘。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有阿弥陀佛的种子，有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只把这个种子好好的培养它，其他的缘全部断掉。在念佛堂就是干这种事情啊。断绝一切种习的缘分，全力加强所有这个缘，通通集中起来加强念佛这个缘，所以念佛这个缘很快就成就了。啊，三年五年决定成就啊！佛在经上讲的不是假话了，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一见佛什么都圆满了。我们自己今天要想去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怎么个做法？你怎么样才能做得圆满，才能做得心满意足？办不到啊。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啊，唯一的办法是先见阿弥陀佛啊，见到阿弥陀佛，你的福慧具足了啊，你有智慧，有大福德，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还有什么障碍，还有什么困难呢？啊，何况见佛之后，我们的生活空间扩大了。啊，今天我们生死凡夫，我们活在这个世间，我们生活空间是地球啊，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怎么样走也只在这个地球表面上走。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其他星球上去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说啊，听说有外太空人啊，外星人来访问地球啊，那些
能够到地球上来的确确实实是人道，绝对不是天道。为什么呢？天道啊，不需要驾飞碟，驾这个飞行工具，不需要啊，人道才需要啊。天道到哪里去不要这些工具了啊，他们还是用这个飞行的工具，科技比我们发达，所以还是人道啊，绝对不是天道啊，他们连四王天都不能比啊。四王天在这个宇宙之间飞行的话不需要工具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外太空现在报道的很多，这些书籍很多啊，我们看全是人道啊，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娑婆世界，那人道的范围就很大很大了啊，不只是这个地球，许许许多多星球上都有人，而人的智慧能力不相等，福报不相同啊，到哪个地球上投生啊，哪个星球上生活，各个人业报不相同，都是果报啊所以佛菩萨在这个经上特别专指南阎浮提啊，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啊，前面说过啊，阎浮提众生智性无定啊，习造恶业，习是习气呀，不知不觉的他就造恶，所以感得了地狱的苦报。底下这个四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全部经文记不住，这几句总要记住啊，从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这个三句要记住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接着又说业力甚大了，能抵须弥，能胜巨海，能障甚道啊，这个业力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三桩事情啊，须弥这是大山呐、啊，这个业力能够移山倒海啊，啊，山大海深，敌不过业力啊，业力能障甚道啊，叫你这一生道业不能成就。无论你怎么样勇猛精进修行，你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业力所以佛法教化一切众生，重点呢是在心呢、啊，心里啊。禅宗倡导修行要从根本修，根本是根本就是心里面的念头。啊，宗门如是，教下又何况何尝不如是呢？也如是啊！换一句话说，
修行要改变心理，改变思想，改变观念。过去我们的心理思想观念念念都是为自己，以自己为本位，这就是造轮回业。这轮回心呢，佛教给我们把这个念头转，转过来说，我们念念为众生，我们起心动念、思想见解、言语造作，全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好啊！佛给我们讲的，六道怎么来的？六道是执着才有六道。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这变现六道。如果只有妄想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就没有了。有十法界，有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变现了四圣法界。假如那个分别也没有了，那四圣法界也没有了，这些十法界都没有了，现出来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在华严经上说还有四十一个等级，菩萨有四十一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等级从哪来的？妄想没断，从妄想变出来的。妄想断掉之后啊，这等级没有了，那就是究竟佛果真平等的，佛佛道同啊，真平等，没有界界了，这是说明一真法界、十法界、三途六道怎么来的呀。只要起心动念有我，这是我所有的，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全了，你还能脱离六道轮回吗？诸位从这个地方真正其如体会了，那你是真的觉悟了，你不是假觉悟。觉悟了就超凡入圣嘛，圣就是觉嘛，凡就是迷嘛，凡夫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嘛，那妄想不谈，分别执着，这凡夫，舍掉分别执着就是圣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一念之差了。你把这个念头换过来，就超凡入圣。谁能转过来了？就在自己呀。你肯不肯转呢？你肯转过来，马上就变了。我明白这个道理，我转了。李牧原居士明白这个道理，他转了，转过来之后啊，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一切众生是我们的主人呢，一切众生是我们的老板呢，我们是当小伙计替他服务啊，无我啊。我们才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把业力转成智慧，把业力转变成能力，佛家讲的神通道理，就在那个念头上一转，业力就转过来了。通常我们讲愿力，把业力转成愿力，业力很大，
能障甚道，愿力很大，能成甚道。为什么不转呢？如果不转，无量界中还要搞生死轮回，没完没了啊！何必惹这个麻烦呢？后面经文接着还有几句重要。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这个几句要记住啊，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以为没有报应呢，那是你自己搞错了。再微弱的一个恶念都感受果报啊，所谓是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什么时辰呢？语言不具足啊。这个时辰是从语言上讲的，语言具足，这个果报立刻就现前了。诸位如果很冷静，平心静气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果报真叫现世报，报得好快呀！就在眼前呢。我们要想真正救自己，诸位必须要知道，这个生命无所谓呀。不足惜啊，我们在这个世间都好几年了百年岁月了，弹指之间呢。我是9岁离开老家，距离九华山很近呐。我离开那个时候，那些形象、记忆都很清楚啊，就像昨天一样啊。可是那个时候，故乡的长辈、亲戚朋友，10至7、8都不在了。小时候的玩伴都没有了，人生一场空啊，一场梦啊。这个梦啊，要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回头是岸。要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不起一个恶念，念念为众生的福报。我们全心全力造福，让众生享福，这个好啊！不要自己去享福啊！这样的人决定成就啊，这样的人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勇猛精进勤奋不懈，再造福帮助社会，
帮助大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啊。一点不浪费，懂得节俭啊，用一分钱总想着啊，想着一切苦难的众生，我能省一分，他们就多一分受用。常常有这个观念呢，佛在经上说，世间一些修行人为什么修行得不到结果，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啊，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那是讲微细的念头啊，就是很粗的念头都不得了啊，从早到晚多少念头生灭，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得到的，前念灭了，后念接着立刻就生了啊，这个里头都有因果，一念善因就是善果报啊，一念恶了那就是恶报啊，不要说是言语造作了，那个果报啊更严重，起心动念通通有果报啊，所以菩萨在此地劝导我们呢，勉励我们，警策我们呢，莫轻小我，以为无罪呀。啊，到你受报的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底下几句话说得很明白：父子至亲啊，歧路个别，纵然相逢啊，无肯代受。这个果报自作自受，什么人都没有办法代替啊！诸佛如来大慈大悲也没有办法带你去受报啊！啊，如果能带，佛菩萨都带了，没有办法带啊，这个是自己做自己受，境界是自己变现出来的。啊，正如这个章太炎居士所说的啊，说我听朱金州老居士给我讲的，朱老居士把这些事情写在书上啊，他有几样著作，章太炎是他的岳父，这个不是假话了，他在早年是学科学的，他不相信佛法，老岳丈学佛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听了的时候以为都是迷信啊，都是预言啊，他是中年以后，抗战期间，啊，他住在重庆，晚上走路啊遇到鬼，他才相信。啊，他自己没有亲自遇见，别人讲他都不相信啊。啊，他跟鬼晚上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多钟点了，
的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的。走到半个多钟点，他忽然想到，哎，这个女人半夜怎么一个人出来走？正一想的时候，汗毛直竖啊！再一看前面那个人啊，有上身没有下身，这吓死了。这一吓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影子没有了。他是这样信佛的。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的、亲身经历的，这些人不相信啊。啊，所以以后想想早年老药丈给他讲这个事情啊，他就想这真的不是假的。啊，章太炎讲啊，那个地狱里面受这些苦楚，啊，他总觉得这个太不人道了，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很多地狱应当废除。那这个阎罗王听到他这个建议呢，也不说话，派两个小鬼带他去，啊，到地狱现场你去看。小鬼带他去了，走了很远，到了个地方了，指给他看，他看不到，才恍然大悟。佛经上讲的没错，业力变现，你没有这个业力见不到。啊，所以经上讲呢，地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造作罪业的，他受报变现这个境界；另外是菩萨。啊，菩萨有能力到地狱去度众生，他能够见得到。不是度地狱的众生，不是到地狱受罪，这两种缘，地狱在面前见不到。啊，所以这才晓得。不是阎罗王造地狱给这些人受罪的，不是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然后才晓得父子至亲啊也没有办法代替。啊，自己一定要承受。啊，再看下面经文：我今成佛为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也。啊，地藏菩萨很谦虚啊。啊，实在讲，地藏菩萨太伟大了。你看法会开始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来与会，比华严法会还殊胜呐！华严法会上啊，我们所看到的，当然一切诸佛都来了，他不是用佛身的，啊，他是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呢来参加了。地藏法会呀，是佛是以佛身来实现的，啊，一切诸佛都参加这个法会，啊，地藏菩萨是佛的老师，啊，诸佛的老师，你看他在此地，他这么谦虚。我见成佛威力，六说地狱罪报之事，啊，不敢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这事情我知道太清楚了，我告诉你就行了。那现在人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态度啊，啊，确实他知道的很清楚，啊，他这个说法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要谦虚，要恭敬，要忍让啊，这是信德，念念之中啊，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贪嗔痴慢是烦恼啊，是造业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表态，用意都非常非常之深啊。普贤菩萨何等人物啊，都是如来道家慈航示现的啊，唯愿仁者暂听是也。你看这个话多么谦虚，多么恭敬啊！这是教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清净啊，普贤大爷。无疑久知三恶大报啊，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时令归佛。这两位菩萨这一问一答，目的是叫我们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呢，回头是岸啊，真正皈依三宝啊，皈是回头啊，真的回头了，依靠佛的教诲去生活，依靠佛的教诲去工作啊，这也叫皈依啊。经上所说的哪些教导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哪些事情决定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断除，这才叫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啊。这个后面又为我们略说了十四种。或有地狱取罪人时，是牛根之。这个就是八十地狱嘛。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或堂圣福主罪人身。这就是俗话讲的油顶啊，下油顶。或有地狱赤少同住，使罪人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分量，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钻火枪，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石，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进家铁楼。地狱的名号前面说过了，这个地方是说受果报的这些罪人在地狱里面受果报的状况啊。第一句这个果报，念时恶口、妄语、绮语，造作这些罪业，毁谤三宝，破
破坏人家的信心啊，对佛法的信心，死了以后啊，堕这种地狱。啊，所以是八识。牛根啊，羊童悟口啊，铁业缠身啊，在这个地狱里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地狱绝不是一受罪人就死了。地狱死了就超生了，他死不了。地狱里头有夜风，这个风一吹呀，他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再受。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呐！啊，这个样子，一直要他的罪报啊受完。受完，时间都是以劫算的，无数劫啊，受这个苦报啊，罪报不受完，就永远不能够离开地狱。啊，可是那个罪报是很麻烦的事情。你比如说话，毁谤三宝，断人的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这个业才消得完呢？你说这个话的影响力完全消失了，你就能离开地狱了。如果这个影响力还在，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地狱。啊，而这个影响力往往牵连到许多事啊，啊，这个恶言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头起作用啊，遇到三宝他就起怀疑，啊，他信心生不起来，这个影响力多大？啊，如果像现在说话，说了还录音。还把录音带到处去分送，啊，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借缘。你这个说话的内容是破坏三宝的，这个世间只要还有一个袋子在，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啊，如果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狱。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呐，啊。哎，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恶以为无罪呀，啊。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失之。这一类的业因，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恶缘而遭受这个果报啊，这个道心呢是恶心呢。诸位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呢？这个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啊，那么第三，这个是有顶，
汤或地狱，或是锅啊，鼎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鼎，啊，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啊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鼎。啊，这个锅有三只脚啊，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所以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他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对，列鼎而食，有一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你看自助餐现在的鼎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脚。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鼎是三个脚，啊，那么以后这个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啊，这个鼎啊就没有脚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鼎是一个东西。这是这个夜莺里面讲啊，破戒杀生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烧铜柱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何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啊，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可是风一吹它又合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啊，在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啊。第六句异象寒冰，这寒冰地狱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啊。第七句无限分量，啊，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了，啊。那么在夜莺里面是前世破债，啊，这个法院持八关斋戒的，啊，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或有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啊，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就是很小的这个箭头，所以一般叫称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发射啊，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了，
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暗器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特别是打猎，这个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违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应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是由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讲的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的，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呢？第十一句，但烧手足。那么这个是什么？所谓是别业别报啊，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了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啊，贴炉是进家贴炉，骡是马一类的啊，也是满身都是火啊。佛在经上呢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了啊，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驴，这个驴啊满身都烧得火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驴啊，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他是一个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在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进驾铁炉，大概是这些罪人骑在这个铁炉上啊，这个铁炉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啊。地狱里面的刑罚
苦报啊，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啊，请看底下经文：仁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里面的刑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呢，叫铁石心肠。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刑具都是这些东西。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见不到。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呢？你这几天威风成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讲啊，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的。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有为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有为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啊。相有体无，似有理无，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啊！业感变现出来的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啊，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说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啊？那个地狱说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仁者问
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解不尽。菩萨人说的是老实话了，要给你详细解释说明呢，穷解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这个小的罪业是什么？就是缘呐、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决定不可以轻视、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里头有地狱罪业的业因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太难太难了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